罗志祥近日在小巨蛋举办暌违6年的演唱会，引起极大回响，也出动大批专业舞者助阵，场面相当壮观。而其中一人就是李国毅的老婆橘子。结束演出后，李国毅更拿出一束花惊喜现身后台，献给爱妻。橘子也不忘和罗志祥以及舞蹈老师大幕合照，随后感谢表示：“谢谢你们给的机会，让我挑战了一个最极限的一个月，跳了一场最炸的演唱会。”事实上，橘子曾是中华职棒，同一是啦啦队 UNI Girls 的成员，目前则是名专业舞者，曾帮不少艺人伴过舞，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曾当过罗志祥的舞者，如今是表演团体的成员，经常参加各种商演，平时也经常透过社群分享工作点滴。日前他就在 IG 分享正在进行演唱会训练，宛如魔鬼减肥营，晒出马甲线让众人惊呼，完全不像生过小孩的样子呢。